吹歌，哦嘿哦，机智又幽默，哦嘿哦，中央电视台，哦嘿哦，曾担任主播，哦嘿哦，满腹的才华，哦嘿哦，敢实话实说，哦嘿哦，娱乐圈反腐，哦嘿哦，扬善和惩恶，和惩恶。看揭露娱乐圈内幕的黑暗，就在了娱乐界反腐的前沿。娱乐圈反腐人拥护，娱乐圈反腐人称赞，铁骨马铮铮大仙人，反腐书记崔永元。生正气，不畏惧强权，刚直不阿，真正男子汉。崔哥奋起，奋起千钧棒，搅动整个娱乐圈。中国的个人所得税80%是工薪阶层交的，是我这样的交的，对吧？是我这样交的。毛阿敏、刘晓庆这俩老妖婆，他不上税，对吧？他不上税。中国永远不可能是说你指着有钱人为国家出力，为富不仁，对吧？所以中国为什么富不过三代，道理在这儿，是吧？越富的人他越觉得钱是好东西，对吧？他越不舍得拿出来，对吧？你看那现在那个这地震什么捐款的，你看有多少大款捐，是吧？你主要还是靠老百姓嘛，对吧？主要是靠老百姓嘛。你看我想逃税，逃不了吗？直接工资给我扣了。你平时看不看这些电影电视剧啊？很少。你是不忍心看是吧？嗯，可以这么讲。写你们得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拍什么电影影射别人啊？自己演自己就完了呗。因为这个不熟练，操作不熟练啊，那老眼昏花的没看到那个范冰冰那个名字，所以就泄露出去了。这个其实是有点抱歉的啊。但是范冰冰很快就回了一个这个微博，就说她在拍《手机二》，她在演这个五月，她很快乐。我不接受他们的道歉，我觉得这群渣子今天道歉，明天又拿你。整齐抽屉合同不是白给的，随便拿出来一个，这当事人都得进去。直说吧，也不光范冰冰，多了牵扯到的全是大佬。一天你的收入高达几千万。杨子放话了要杀我，你杀一个试试，就你那个德行样还杀我呢。怪只怪娱乐圈内幕太黑呀，当道八国无，科学家无名人心寒，民族能复兴的根本，科技兴国是根源。新浪微博呀，直播被掐断，这样的平台善恶不分辨，无数网友呀争相都去管，崔哥进头条，粉丝千千万，千千万。娱乐圈反腐人拥护，娱乐圈反腐人称赞，铁骨马铮铮大仙人，反腐书记崔永元。戏子们当道八国无，科学家无名人心寒，民族能复兴的根本，科技兴国是根源。崔哥反腐人拥护，崔哥反腐人称赞，铁骨铮铮大写人，刚直不阿男子汉，反腐书记崔永元。好吧。